王者，多种款式可选，使用寿命长，撕掉无残胶。防晒隔热膜贴膜流程：首先，在玻璃表面喷满洗洁清水，用刮板将玻璃洗干净。二，将洗干净的玻璃表面喷满洗洁清水。三，撕开保护膜，将带胶的那面贴膜喷满洗洁清水，贴到玻璃上。四，贴膜时先将高度对齐，移动好位置，将玻璃表面的水有顺序地刮干。五，用刮板和美工刀将多余的边裁剪掉。六，将玻璃表面的气泡刮干。